另外他们技术方面到底可以展现到什么程度值得来观察。他们的精神可嘉，他们从第一天来的到今天，我已经看到他们进步了。有进步了。对。好，来大概他们也是。所以一开始感觉就技术方面比较生疏一点。 对，他们那边你就知道，溜双人真的是很难。溜双人是很难，也是很危险。在小巨蛋的时候，双人练习的时候也比赛的时候，在冰场可以的，他们可以的吧。 以前我跟这个印度位讲话，他们说他们是在溜人选的时候是印尼亚的第一名的，但是他们现在要换到冰刀溜。他们说他们溜，这个好漂亮，他们刚刚说的，他们说他们溜人选的时候，他们会做那个 lift， 那个男生会。 把那个女生提高一点，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做，但是他们说他们在冰上现在还不能做，因为他们怕会摔跤。 搭配才十天的这一组的印度搭档，的确在，那看得出来在动作方面还是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。当然，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动作。他们现在在做这个都会是他们的 spiral sequence， 这个大概他们溜圆圈的时候也做这个动作。 整个动作来看，蛮明显可以感觉出来是有点初学者的那样的一个感觉。对。好，这是呢在双人短曲的第一组出场的这个印度的选手。你看他们练习的时候，他们很希望他们可以比较好，因为他们练习也是在看每一个他们另外一个的选手看他们的练习。 我们看到他们所拿到技术分数只有 0.2 分，另外艺术表现 1.41 分。